天的歌曲，回家听 CD 多听几次，没有啦。哎，不过阿令跟你报告一下，你一开口，大家第二句卖了一张 CD， 然后呢，我整首歌放完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五张 CD， 请大家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看我们的歌迷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今天唱，再唱，再唱。你没有阿令，你今天唱嗨了吗？阿哥，我看一下。阿丽，你今天唱嗨了吗？就在这边新歌发表会好了。哇，真的可以吗？哦，你看我们的两位帅哥居然点头了，大家先给我们的经纪人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呀，我现在是第六章吗？我现在真的，哎，你刚刚一说开始就真的第六章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凹一首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有带之前的卡拉吗？真的。今天台中的朋友这么可爱，台上的阿丽也可爱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好久没有唱以前以后了。哇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这首歌，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。哇，整个心都开始心跳180了，我真的。前面怎么唱？前面怎么唱？好，目前在台上是我们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哈。目前在台上是我们天生歌姬阿令，你一讲以前以后，又有人又掏出钱出来了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给阿令呢稍微喝一口水。所有台中的歌迷，先讲我今天够不够意思？大家要不要支持阿令？请你用实际的尖叫声支持阿令。